见官儿叫个周慧卿，他的娘本是徐氏女，生下他上无兄下无弟，无兄无弟无姐无妹，三人足迹本是个孤丁，二爹娘给他起名姓，起了个名讳叫周顺，还有个大号叫个周景龙。都只为老爹爹做官，他太清正，得罪了这杨戬官高俅太监，这大奸贼今天把本宗，言说是他这个爹爹的外户又死，万岁爷这才下来一道旨，把他的全家人要问斩究，多亏老天爷大风清，刮断了他们母子身上的犯法绳，这个周顺给他娘逃离要命，隐姓埋名指望了妖犯来为生。现如今罗南在这太平镇，他的娘让周顺偷情倒在了山东济宁州中，只因为从小爹娘给他把亲定亲亲就在山东济宁城，只因为他这个岳父名叫个梁世才，他的未婚妻子叫梁秀英，这周顺一听偷情卷偷情要到济宁城。对了，今天呢为大家表演一段英雄小八义，这段故事呢也就是发生在大宋朝八帝徽宗在位，大道之上来了一位公子，不是别人，吏部天官周慧卿的儿子，名叫周顺，周景龙。周景龙往哪儿去？因为他的爹爹在朝奉君，赤胆忠心，福保大宋，朝里边呢出现四大奸贼杨戬、童贯、高俅、蔡京，四大奸贼把守朝纲，苦害忠良啊！四大奸贼联手在这八宝金殿动奏一本，言说吏部天官周慧卿私通外国，要谋取大宋江山。八帝徽宗这才把周家满门108口绑在法场之上，要开刀问斩。后来呀，多亏老天爷刮了一阵黑风，把周顺跟他的娘刮出东京城了。后来周顺跟他娘在这太平镇存身，遇见一个好心的员外，周顺他娘靠给人家洗衣服度日。后来呀，周顺他妈就给周顺说，在济宁州定了一门亲，你从小啊就定了娃娃亲了，你的岳父大人就是济宁州守备，名叫梁世泰。因为梁世泰原来也在朝奉君，也是得罪四大奸贼，后来啊四大奸贼陷害梁世泰，多亏周慧卿在八宝金殿讲情，万岁皇爷讲大拨小，把他贬到山东济宁去了。今天呢老太太想起这门亲事，要让自己儿子赶奔山东济宁前去投亲呢。老太太认为当初救过梁世泰肯定能认下自己儿子，
周顺这才辞别母亲，要赶奔山东济宁投亲。这一回呀、啊，不到山东济宁投亲，百话不讲，一投亲闹出一连串稀奇的故事来。好一位公子叫这周景龙，这一回投奔那岳父到济宁城、但愿得岳父大人能把我认、能念念当初俺爹救过他性命，只要是能把我周顺人把俺娘也接到梁府当中，只要能住在个梁府内，我周顺苦苦读书来用功，我以后我要是哪来得了的杀奸贼，为俺全家大报冤情啊！周顺他那个思思念念往前走，他那一心赶奔济宁城，有心让他慢点走。什么时候他们在这热闹中？大家心急，俺那最快从那好处可不用那西拉拢。简短结束，我来得快，前边来到济宁城。心有事不管那个城头惊，周景龙他随着人群进了城。周景龙来到大街上，突然之间那个人来人往，乱哄哄，也有男的也有女，那个也有富来也有穷，也不知道岳父大人府门在哪。周顺我上前来打听，周顺他这才接上人来打听。周景龙简短解说呀，到在济宁城里边，到在街上一打听，那梁世泰呀、啊、是济宁州的守备，兼任总兵啊。那别人都知道啊，周顺一打听，就有人给他指点路径，你找梁大人的府啊，您呢就打这儿往正东走，路过一个十字街，你再往东走，坐北朝南有一个黑色的广亮大门，上边钉着菊花钉，门上面挂着牌匾，有官兵把门，匾上还有字儿，上写梁府，那个就是梁总兵之府。哎，好，那我多谢了。好好好，那您去吧啊。嗯，周顺这才顺着人家指点的路就往前走啊。咱们一句话，周顺就来到了梁府大门之外。等周顺来到了大门外边，这么抬头一看，呵，老岳父门楼盖的真高真大，挺阔气呀、啊。又关键了黑色的广亮大门，门上钉着碗口大的菊花钉，门外边有两个石狮子八门，光台阶十来多层呢。门外边还有两个兵丁在门外边站着把守门厅。一看门上面有匾，匾上面有字，梁府两个字。周顺心中暗想，也不知道这是不是我岳父大人的门呐、啊？我上前打听打听去。周顺这才上了台阶，说了一声：“门军大哥在上，我礼过去了。”听众两个门军一看，来了个臭要饭的，头戴开花帽，身穿补丁袄。哎呦，一看呢，这小子就是个穷要饭的，来到这肯定要饭来了。哎，我告诉您说，你怎么要饭？你瞎了眼了你？哎，这早饭已经过去了，午饭还没到呢。你说你现在要饭，你要的什么时候的饭呢？要饭呢，待会儿再来啊。这这这，文俊大哥、啊，我不是要饭的。这不是要饭的，你来干什么来了你？我是来投亲的。哎呦，就你小子，
是不是攀官亲攀你了啊？我总兵大人他的亲戚那都是穿靴的戴帽的骑马的坐轿的，就您这小子还他妈的来投亲，你瞧瞧您这个模样啊，头戴开花帽，身穿补丁袄，身上面大补丁套小补丁，嗯，黑补丁上面有红补丁，红补丁上面有紫补丁，补丁上面还有窟窿。瞧你穿他妈那一双鞋，嗯，前边露着五瓣酸，后边露着咸鸭蛋，嗯，咸鸭蛋就是脚后跟，脚后跟那就是村，呼喳呼喳有的那耳尖。就你他妈的来这偷亲来了，那你那亲戚啊，你呀、啊，往破庙里边去，那些要饭呢、啊，什么王五啊，什么李六啊，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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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尾巴啊，还有什么小狗啊，就那是您的亲戚啊，你他妈来到这攀亲，这，赶快滚！啊，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以貌取人呢？咋着？看着我穿的破就看不起我？当然了，你们梁大人难道说就没有我这样的穷亲戚？梁大人来的亲戚从来就没有穷的，那都是骑马坐轿穿靴戴帽、嗯、就您这小子的德行根本就不是梁大人的亲戚。那我跟你说吧，你确实看走眼了。咋着看走眼了？我确实是你们梁大人的亲戚，而且还是正儿八经的亲亲戚、近亲戚。你小子又他妈的吹上了，你到底是什么亲戚？什么身份呢？什么身份？啊！别看我穿的破，对你说吧，嗯，你那梁老爷跟前是不是有一个闺女？对，有一个闺女，姓梁，叫梁秀英，梁小姐。咋着？你小子也打听我家小姐来了？嗯，你的梁小姐她的未婚夫是哪个地方的？叫什么？知道吗？听说是什么湖广滨州的，姓周，我也不知道叫什么。我就是那湖广滨州，姓周，周顺，周金龙。哎呦，再往下说就是你的周姑跌倒啊！哎呦我的妈呀！今天来到梁府，我是投奔我那老岳父来了。没想到你这个奴才竟然看我穿的破小看我。哎呦我的妈呀，您是周顺周金龙？难道说还能冒充吗？门军一看吓了一跳，差点没有坐在地上边。哎呦我的妈呀，别看人家穿的破，实际上面是好货，人家是我们府里边的姑爹。哎呦我的兄弟，跟我来，这就是周顺周金龙，你听说过吗？哎呦，我听说这周顺他爹也是个当大官的呀。这偷亲来了，怎么穿这套衣服啊？你懂啥呀？嗯，那人家呀，那撇看有身份，但是人家不好现摆。哦，兴许人家故意穿这套破衣服来了。哦，原来这么回事啊！对对对对，那咱给咱老爷禀一声去吧。那就禀一声吧。哎，走走走。那位说这门军不知道周顺犯了抄家灭门罪了。嗯，实际上边呢，这门军还就是不知道。哦，门军还不知道呢。因为东京汴梁杀了周顺全家，这个通缉令呢还没到山东济宁，还没传到他们这里呢、只有这内部消息知道、嗯、大方向还都不知道啊。哦，这两个门军这个才说了一声，哎呦姑爹姑爷呀，都怨我们两个人有眼无珠，都怨我们两个人天明早起没有洗脸，都怨我们两个人不认识您老人家是贵客来了，您老人家多多担待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别说了，既然知道我是你们姑爹到了，赶快往里去禀吧，禀给我那老岳父，就说我周顺投亲来了。我说姑爹您等着，我给你禀去。嗯，门军可是没怠慢，只见他那个噔噔噔噔跑到后宫，马儿不这才扑里跑，给我那老爷禀一声，给我老爷一声禀，我就说府门外来的那个周金龙，哎，我知道，俺那个姑爹是李三，为什么今天来了穿的竟然那么穷？我老爷要是知道了，大概说知道也得把气上。是不过他让兵，咱就兵，咱要是不兵也不行。这门军
大跑小跑往前跑，一心要倒在待客厅三姐家门。三姐有一顶方巾，头上戴，身上面穿的是胡同，眼似有本，长得威武，这长得粗眉大眼睛，挺阔鼻子，大嘴叉，花白的胡须飘前。你要问他是哪一个，这就是梁世才。梁世才在
把眉头皱。打了外边进来了八门的家丁，就把大厅来到了里边说一声，丁老爷，怎么回事？刚才门外边来了一个公子，他说是湖广滨州，叫周顺，周金龙，他说是我姑爹来投亲来了。什么什么？周顺投亲来了？对。这听小道消息，说是秦翁犯了抄家灭门罪了，这件事如今还没有落实啊，上边的公文还没到济宁，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。要既然如此，我何不把我贵婿儿请到里边一问？人来，有，赶快把周顺给我请到里边。是，家丁这才到在府门之上，说了一声姑爹，老爷说了有请。这么一说有请，周顺漫步要进梁府，心中暗想，现在我家里犯了这么大的案子，也不知道我那老岳父是不是能把我认下呀。周顺漫步进了门厅，一面走来心中的暗香，不由得人真难听，按道理我是他的贵客门婿，到老爷不就该到府门把我接应，为什么这嘴上边光说了一个情，就这样让家丁把我带进了门厅。再莫非他知道俺家出了大事？再莫非他有意想回亲情啊？这件事叫我才思不定，倒不如接了大厅官分明，老岳父要是对我好，一杯狗血万劫休不化名，他要是心中有了为亲的意，我周顺瞒着不离开他的家中，一辈子再不来他的个门庭。思思想想来得快。